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就叫阎，阎王的阎，执掌生死，杀伐不断。让你去办公室哦，天哥，不如今晚半夜三更，玉露山顶，一叙衷肠。叙你妹啊！哼。三清三心，神聚心，心凝神，木工一切法。混吃混喝，求你包养呗！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一命，就可以一辈子吃我的住我的。我只吃半辈子，绝不一辈子。哼！给，签了。啊？啥呀？卖真迹？想得美！公司股权10%，给你的。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签还是不签啊？签签，当然签。哎，这是不是说明以后我也迈入 boss 行列了？可以这么说吧，不过呢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放弃跑摩的拉客这份前途无量的工作，因为赚钱了你可以分10%的盈利，但是亏钱了你也得负责10%的债务。不过呢，照目前的情况来说，我就是想亏钱都很难。哎呦我去，吓死我了。哎，燕儿呢？燕儿去泰国拍广告了。怎么，人家给你赚钱有意见啊？哪有，哪敢啊。滚吧，老娘也在给你赚钱，不要打扰我。好嘞，老板娘您忙您忙啊。等等，晚上早点回家做饭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娘娘喜欢吃点什么？满汉全席，你做得来吗？勉强可以，你吃得下吗？勉强可以。喂，哥，想我没？想，想你没？没了就没人烦我了。
能长点良心吗？正在发芽，距离成熟期还有一段时间。老实点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。哎，好重的药剂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有事儿，挂了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哎呀，跟妈走，妈带你回家。哎，来来来，走，跟妈走。哎，我闺女，这我闺女。哎呀，老天爷有眼，终于找到了。哎呀，哎，估计是个哑巴。不过你瞧这模样，俊啊，一定能买个好嫁去。还是老婆子你厉害啊！我先尝个鲜。哎哎哎，给钱。把钱给了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皮肤，你这样最多18，要有人说你20，我就跟他拼。谢谢。哎，姐姐。哦不，阿姨，你去哪儿？哎，搞定，吃吧。这就是你说的满汉全席。吃菜其实在于意境，意境到了，档次也到了。
涮羊肉，西红柿炒蛋，辣椒炒肉，还有这两条破咸鱼。我很好奇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啊？太不懂浪漫了吧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涮羊肉还能叫什么？青青草原，喜羊羊。那这个呢？西天取经，做凤凰。这个。小青遇见诸葛亮。这个。同床共枕三鸳鸯。怎么样？很淫荡。哎，你看，燕儿也不在家，不如我们谈谈人生，谈谈理想，探讨一下女娲造人的全过程。敢进我的门，灭了你的魂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害老娘白换了套新内衣。怂货，去死！将军，花烛要你即刻出发，跟顾田会合。是，将军，敢问弟子如何去？自然坐车去。归大鹏，若是被人发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可是，我没钱。那你还是飞着去吧。累了就下来买点吃的。哎，记住，昼行夜飞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。将军，告诉他，蘸点调料更好吃。他喜欢原汁原味。家乡人。那他肯定知道点什么。那让你失望了，我可是没有任何前科的。
何花爷，我告诉你，他不等你了。还有二丫要我给你传个话，她说她恨你。去打脸。什么？真的？南公爵要来我们公司啊？好，一定要抓住这条大鱼，知道吧？哎，没死就起来，有要紧事儿。苍蝇，你个王八蛋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长得帅吗？还行吧，不过我喜欢刚猛一点的。10分钟后出发。是。这是我们公司的广告立案，我们旗下有像孤烟这样的顶级明星，如果贵公司……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？肯定不是因为我长得帅。这里的格调，想要得到那10%的广告业务，明早8点，爱婉婷，我在那儿等你。我怎么感觉正在往陷阱里跳呢？为了生活，别说是陷阱，就是水井，该跳也得跳。听起来好有哲理。
你迟到了。15分17秒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现在下山，那10%的广告业务免谈。第二，15分17秒内跑到山顶再回来，咱们接着谈。路上堵车，我扶老太太过马路耽误了。计时开始。重来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用了10分12秒。我这人做事很严谨，15分17秒就是15分17秒，一秒不能多，一秒也不能少，所以重来。当然，你还是可以现在就下山。为了生活，我跑。10%。谢谢老板。想不想要另外的10%？要跑多少次？你说。明天去一个我喜欢的地方。那肯定是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。为了小康，委屈一下吧。有道理。把这茶具扔了。美女就是矫情。哎，别扔别扔，我带走我带走。我不太会使这个。你可以空手和我打。你真幽默。剑道的规则只能劈刺，攻击部位为头盔正面和左右侧、左右前臂、左右胸内及咽喉，但是今天得按照我的规矩。你的规矩是？很简单，就是我打你你不可以打我，我打你你不可以躲我，我打你你不可以恨我。好公平的规则。不过就你这小身板能有多大劲儿？也就是给我挠挠痒痒。来吧。哼。
10%，想要吗？为了生活。今日，7天后，我家生日舞会。等等，就一个问题，要碎份子钱吗？陈总。我明白了。为了知道小姐喜欢哪种花，每天都来送不同的，现在居然连菊花都拿来了。这个程轩也算是被逼到墙角了。他很聪明，也很愚蠢。那个顾天呢？他很贱，而且是那种看到了就想揍的贱。上天怎么会把五德俱身之体落在这种贱人的身上？要不是为了修复家族气脉，我才不会和他打交道呢。上天的安排80%都是在开玩笑，还有20%是在开国际玩笑。我发觉你变得越来越幽默了。我先走了。是谁？我是妖界的王，更是你的王。快彻底化形了吧？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历经艰险，化形成人，遭遇天劫，脱胎换骨之后，却只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。妖界无比贫瘠，无比荒凉，可无比残酷。这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堂，却被戒灵、被无量桥，还有那该死的天雷法月阵，让我们妖族永远永远困在那里，看不到希望。联系你所知的所有妖人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王来了。是。
弟不是本地人吧？不是。给你。不是八块是八十，我这表坏了，小数点应该往后面挪一位，知道吗？啊？用得着那么风骚吗？神的世界你不懂，你要懂。要不等黄娇娇回来，我再给她说说三妹的事儿。兄弟，息怒，息怒啊！哎，我搞不懂，师父叫你过来干嘛？保护你。保护我？算了吧，把你弄来就是虐待我。收到消息，炼狱要派杀手弄你。炼狱？什么玩意儿？那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茅坑里的石头会唱歌。这是拉业务还是拉皮条啊？啊，这
说了你会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吃，安安静静的走。我想了就会做。可是我不想。你会想。就这么肯定？再加10%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条件？只要你够卖力。我不卖身。我说现在。就这么简单？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有是有，就怕你不敢。就没有我不敢的事儿。别那么自信。来吧。你的小情人来公司签约，40%。谢谢老板。你就没什么要说的？我等着您开口呢。等着我什么？需要我做的事儿啊。哼，你很聪明。谢谢。我们南宫家是奇门世家。家祖和你们师父华清风也有交情，家族清脉受损，需要五德俱身之体的人才能修复。听说华清风收了一个徒弟，正是这种体质，家祖去求助，被你师父赶了出来。你说你师父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是是，何止过分，简直就是个老混蛋。其实我挺佩服你师父的，能收下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徒弟。我更佩服我娘，能生下我这么一个聪明的儿子。修复我家族的气脉，100%南宫集团广告业务。干还是不干？有生命危险吗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累。那我不干，我最怕累了。怎么样你才做？很简单，到我们家做一个月保姆，刷盘子洗碗打扫卫生，也没有生命危险，就是有点累。你休想。那就是谈不拢喽。你这么做是为什么？为了让你明白什么叫生活。哎，还有我呢。哎，有钱人就是超人。哎，娇娇。娇娇，去呀，人家多稀罕你啊。那是在跳舞吗？那是在调情吧？这就算了，跳完了还跑到人家私人花园里培养感情，哼。老板要车吗？啊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乱喊价。哎，
就赚几个活命钱。兄弟，上来吧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有纸和笔吗？哎，有啊。哎。送过去。你这个人不做就不做嘛，你这好。好好好。哎，姑娘姑娘，哎，给你，后面那个帅哥给你的。有笔吗？有。老板，快写啊，姑娘还等着呢。大结局了，再传我就破产了。下次有这样的好事记得叫我。以后不许和他来往。那不赚钱了？老娘要的是人，不是钱。好好，都听你的。不要用这么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我，谢了。昨天我跟上他了。谁？开枪打你的人。他是要杀我？我还以为是南宫爵的仇人。不过，鸟人，当时为啥不救我呢？差一点就打中我了。差一点，就是差一点。哦。我请求换人，你赶紧回你的天珠峰去。好啊，等黄娇娇回来，我说完三妹的事我就走。都是阶级兄弟，何必呢？今晚你去还是我去？我去。那就没我什么事了，睡觉了。等等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这么客气，我很不习惯。你和鬼面现在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？以前你们俩不是这样的呀。曾经我也想去相信，一次又一次，我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了。曾经鬼面想去相信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了。于是我们不再相信，但是你对天发誓，泪眼婆娑，痛苦流涕，捶胸顿足，让我们再次相信。一次又一次，我们俩都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了。后来我们俩对天发誓，泪眼婆娑，痛哭流涕，
捶胸顿足，绝不再相信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太有文化了，听不懂。行，那我说的直白点，你他妈以前给我们俩挖的坑，我们俩太傻太天真，所以毫不犹豫地跳了。现在你给我们俩挖坑，我们绝不上当，绝不，绝不上当，绝不，绝不，绝不上当，明白了吗？兄弟，严重了吧？我哪有那么坏？你偷看寡妇洗澡，挨打的是鬼面；你炖了老刘家的母鸡，师傅差点炖了我；偷懒练功，我替你挨鞭子；偷摸和二丫私会，鬼面给你背黑锅。最可气的就是，你他妈不把这些当作罪孽，反而觉得是一种消遣。你说，你有没有这么坏？别，这招对我没用，我睡觉了。看猫和老鼠看得这么悲痛欲绝，你也算是个奇人了。猫和老鼠1939年出品，现在是2017年，这只猫捉了78年还没捉到这只老鼠，难道这不是个天大的悲剧吗？啊，有道理啊。此岛上一直流传着你的故事，言。死岛？言？6年前，炼狱10大杰出杀手，你排行第一。6年后，你还是排行第一，因为你还活着。如果我今天杀了你，你才会怎么样？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走路更有劲儿了。何止这些，那我就会排第一。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这是我的理想。理想一般都很性感，但都不现实。能不能你回去，我回家，大家各找各的妈？不可能。我觉得天底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你想想，苏联解体了，帝国大厦塌了，萨达姆死了，本拉登那盏灯再也亮不起来了，西红柿比鸡蛋还贵了，这些放在以前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，现在不成事实了吗？我差一点就被你说服了。差一点就是差一点。好了，别废话，你是要在这里还是出去？出去吧，在这里没心情。好，有品味，我喜欢。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，杀一个人如果一种方式不成功，那我就换另一种方式。好习惯。那好，今天晚上咱们就用西部牛仔的方式，我数1、2、3，看谁出枪快。
怎么样？很好玩吧？可是我没枪啊。那我就帮不了你了。那好吧，我来说。你枪都没有的人，让你来说，是不是太欺负你了？还是我来吧，啊？炼狱的人脸皮是不是都像你这么厚啊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开始吧。准备好了？别动啊。一二三，呀，小子挺精啊，跑得比我还快。小妍妍，在哪儿呢？出来送死吧。别躲了，我看见你了。错了，是这样。兄弟，同事一场，今天就算了吧。你这是算投降吗？是，为你向我投降。我实在不想你去见上帝，你这人还挺有理想的。你找死！浪费我一条好内裤，我最喜欢这个颜色，代表纯洁。乔斯死了？嗯。
这样的你多好，眼神里没有怨恨，没有愤怒，更没有他。等我杀了他，我再恢复你的自由，我可以等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，一直等到你忘记他为止。咖啡还是酒？旺仔牛奶可以吗？咖啡。嗯，真好。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三聚氰胺、苏丹红、雾霾、毒奶粉、毒米粉、毒肠粉，至少妖界还没有这些。那倒是，我们是直接干掉吃掉。嗯，对了，燕儿什么时候回来？下一集，下个月。那华清风是你什么人？师父。冥冥之中就是有这么多巧合。这就是人生。妖人也是人。对对，人妖不是妖。如果将来有天要你选择，你是选择你师父还是嫣儿？师父只是暂时的，嫣儿才是永久的。
虽然我知道你说的是假话，但是我还是很高兴。千金难买，您高兴。走了。哎，您不等嫣儿回来啊？无量桥，无量期。这小小的一座桥，困了我妖族千年的岁月。这公平吗？我们该如何做？还缺最后一步。什么？信号。我！
你死了，老娘给你守一辈子寡。女人纯到有点可爱，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懂个屁！女人不纯，家庭不稳。哼，也对。五妹要是能纯点，咱们也没有这出。真的吗？哼，假的。哼，那咱们开始。点到为止，还是不死不休？你觉得呢？我都可以啊。可是我不行。那就不死不休。还是你了解我。来吧。那把枪怎么回事？导演给我的。他能再狗血点吗？他叫编剧改的，说你们打得太磨叽了，浪费钱。无耻，编剧也是的。那就没办法了，一手遮天了。咱们还有第三幕吗？不知道，不过明天顾燕就从泰国回来了，看着怎么编吧。哎，只能这样了。回家你做饭啊。我都受伤了。没死就行。